表面上要他把手机照片删掉，私底下却偷偷给他孩子的照片。原来你是这种假惺惺的人吗？宋慧的妈，你不能现在放弃一切吗？你如果先去警察局自首，绝对不可能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把记忆卡抢回来。有一个人可以让尹正涵动弹不得。我们家已被绑架了，他现在在哪里？你昨天跟我老婆见过面对吧？志涵杜英先生的老婆吗？对，这里是警察局。你怎么可以让我哥单独去赴约？一杯出现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把我儿子还给我。爱到最后，未来戏剧台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。